丢人，丢人的是你连负债的资格都没有。负债越多的人越容易成功，负债5万说明你很上进，负债30万说明你在努力拼搏，负债100万你一定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负债1000万你一定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负债1亿以上你的人生一定非常成功。零负债的人基本都是打工族，负债并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你连负债的资格都没有。